我是来自基隆产房的护理师，我叫张惠美。因为我跟我先生也蛮喜欢唱歌的，我们都会常常在工作之余，我们都会去KTV 啊，或是去社区的 KTV 唱歌。那因为我们爱唱歌，所以我先生就会建议我说啊，你要不要去比赛比看看这样子。那在我们医院的话，也有一些歌唱比赛，像去年就有举办歌唱比赛啊，我有去参加。之前常常有看红人榜，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哎，看能不能上去比赛。那只是因为我们要轮三班，所以很多时间都没办法配合。那刚好这段时间，红人榜有给医护人员的一个比赛，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来试看看，所以就来报名，来完成自己想要站上大舞台的一个心愿。谢谢张惠美。好，马上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惠美，其实我觉得你，我今天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舞台上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你把这个舞台当成是你的战场，输赢其实就不是很在意。但是我觉得你是在跟你自己拼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态度。你是用你的所有的生命在拼这首歌，所以你没有用很多的技巧。也许你没有很多的技巧，但是我觉得你的技巧都在你的歌声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个态度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啊！因为就像你拼到你的高音，你也不管唱上去唱不上去，你就是用尽全力再去唱。其实这样子的歌唱的态度，在这舞台上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也希望所有的参加比赛的站在舞台上的所有人都是用这样的态度去比赛，我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今天谢谢老师，很敬佩你在舞台上这个态度，是我很喜欢的。好，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惠美今天第一次来，稍微紧张了一点点，太紧张了。还好还好，但是听起来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就是你很直接很真诚哦，就是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然后你就很真诚的态度唱这首歌。那技巧各方面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就稍微紧张了一点点。